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之晴。最近呢，我读了一篇关于恐惧的文章。原来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惧的时候，身体会有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就会应战，或者就会去逃跑 Fight or flight。 受惊的人会忧心忡忡，对于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感到忧心和恐惧，就算是认知或者是常理都未必有助舒缓的。笔者就联想到近日港区国安法的震慑力，心虚的人就出走外地了，而部分死硬派或者没能力走的激进独派或者本土派人士，甚或一些被人唆摆的人士，就继续上街送头。政坛高人就表示，最痛恨那些满口谎言的政客仍然在炒作送中以言入罪这些话题，制造恐惧。攬炒派立法會議員陶謹申、郭榮鏗等人經常說香港一國兩制已死，變成了一國一制。政壇高人就笑著這樣說，如果是事實，一國兩制就已經死了很多次了。近日政客又借著當局禁止港獨口號炒作以言入罪，將香港講成再沒有言論自由。高人就狠批，身為執業大律師的郭榮鏗可不可以專業一些呢？香港刑法裏面本身就有以言入罪相關的罪行，誹謗的污蔑，甚至乎是報章或者媒體如果有虛假誇大的報導，都可能會惹上官非。言論自由不是沒有限制，這個原則根本也是法律的 ABC。 其實如果你沒有打算搞港獨，那為何要高舉港獨標語或者叫囂相關口號以身試法呢？日前港區國安法實施的細則出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又走出來批評了。他說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行動可以向行政長官或者首長級警務人員申請，而沒有法官的監察，已經令到香港變成全面獨裁和專制，以前有私隱保障，現在就完全毀滅了，這樣說。但是政壇高人就篤穿了他，他說陶謹申有些事沒有說出來，就是就算按現時的香港法例，在某些突發的情況下，因為追捕疑犯而需要進入某些地方，警察都不需要法庭手令的。就算是陶謹申十分之推崇說有民主監督的美國，他的國安法都是非常之辣的，好像保護美國法就允許在沒有法院命令或者監督的情況下監控任何國民的通訊，執法部門只要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進行竊聽，總統亦都有權去下這個手令。而英國的防止恐怖主義法就授權主管部長可以對懷疑恐怖分子發出監控令，扣留他的護照和其他證件，還可以隨時搜查他的住所。至於警方可以監管網絡言論，以及要求有關的電子平台發布人、平台服務商或者網絡服務商移除或者限制任何人使用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或者平台，根本就不是什麼新事物。我們就以2019年7月至12月的數據為例，美國政府就曾經向 Facebook 要求索取數據超過50,000份，港府亦都因为其他的调查而索取数据241份。我们成日都说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过去一年我们都看到激进黑暴分子多番利用连登、 Telegram 等等的社交平台或者软件，煽动示威者参与激进的暴力抗争，那我们又怎可以不去管呢？在攬炒派政客的謊言和一味靠嚇之下，最近在網上網下都有不少人在討論出走香港的問題。有些人就說怕會被送終，或者會有民自辱感惑惑，但政壇高人就笑著這樣說，港區國安法所針對的四大罪行不是一般人可以有機會干犯到的，如果你不是搞港獨顛覆政權的就不關你事啦，勾结外力恐怖活动就更加难沾上边啦。试想下，普通市民去到美国会轻易得到外国政要接见咩？另一个例子就好似谋杀罪同埋纵火罪，最高嘅刑罚都系终身监禁，但系一般人会轻易犯上呢啲嘅罪行咩？所以又何必人惊你又惊，错信攬炒派政客嘅谎言呢？